Hello， 大家好，继续《漆黑的微影》，而家又打最后一个嘅新合众啦。好，新合众嘅呢个我记得都系普通系一开头。好，因为我嘅一个指示嘅精灵咧，即使咧身负重伤都会战斗，我深咧深刻咁意识到呢个意义，我会更加关心同埋信任我嘅精灵。为咗咁嘅精灵咧，训练家做到啲咩，应该做啲咩？为咗追求精灵同人嘅理想，我会全力以赴。黑莲 ，OK。真系普通系首刀啦呢度，我咁都唔死，好在啫。哇，仲用替身任串，暗影爪 ，3D 六劈落去，哇死！佢竟然用我减嗰个格斗受到嘅伤害啊佢，万力。嗰只嘅鼠连锁嗰只嘢。好，肯太罗照用啦，反乜物攻比较麻烦啊，狂野信咁啊，巨剑蟹啊，岩兵，舌头，哇变死，争啲，即刻转启暴龙先，大爆炸，哇争啲死啊呢度，龙星群，好嘢。接近理想的道路越嚟越近啦，就系咁咧，同好多个人咧，同好多精灵咧，揾到自己条路啊，就可以开出 ，OK， 开出一条路咁样啦。呢个毒系我都系好记得噶啦，因为我都系有玩嘅，嗰阵时就好记得嘅。因为心谂嗰阵时，哇呢个毒系个样都几 rot 下喎，咩都唔做你可以明白啲咩啊？咩都唔做你改变到啲咩啊？冇事噶，我会吹飞你嘅理智，等你改头换面。啊、你睇佢个样子就知啦，极度奇怪佢嗰个样子。呢、這个嘅话地震啦，虽然佢唔痛，因为呢个系虫系，哇，即系咁样爆落去。岩兵得，毒气双子，啊火马大火啦，毒爆弹，毒夫，启暴龙啊！暴风，咁你都唔中，杀，气息腰带，喂唔好啊，唔好啊，好得啦，呢下应该死啦，阿启暴龙，冇错，大火，滥炒呢度要，巨钳，叉字符，岩兵，哇唔会输又话，惊惊地我呢度，死啦，暴。寄生种子，好喎，杀埋呢度先啦。佢仲用劇毒眼，咪黐咗线啊佢啊！因为呢个毒对我嘅降系嚟讲系冇任何嘅作用啊，所以系冇咩毒系打唔中降系啦。边佢点啊？野埋，系你将我吹飞喎，唔系你赢咗而系我输咗，因为我嘅弱小咧令到精灵难过啦，下次一定会赢。呢、這个草定啊虫系，我记得系虫系呢个。我有预感嘅，只要赢咗呢场战斗，就可以画出好嘅画。战斗充满咗幻象，好啦，即刻开始啦。系啦，虫系啦。因为我记得佢系有只嘅，有只嘢唔知系乜鬼嘢，大小只都有，同一只嚟嘅。可能佢会有显示出嚟俾我睇啊。碗碗唔系呢只啦。破壳而出，即系破壳啦。简单啲嚟讲，杀咁你都唔死。破壳完之后掉钉系咩玩法啊？一路烧佢啦，唔好理啦。得搞掂，毒粉店唔系呢只啦。梅卡羊马唔系呢只，都系。我记得嗰只嘢咧就好似宝母咁啊，草系嘅。啊！草系虫系虫系嘅，好似宝毛嘅，死咯！火爆啊！火爆变反，系咁加速佢，得揸下，又保护亿万级兽，巨剑螳螂冇咗嗰只嘅，佢冇用，我记得佢有喎呢、這个馆主，睇暴龙啦，
用水水啊！重住，哇，超痛！佢咁样打落嚟都开个剑舞杀点啊？哦，你真系强啊！呢个呢个女系啊，唔记得系咪女系火把喉啦？全力以赴喺确信你啊，系啊系啊，同一个人嚟嘅呢个，但系换咗个装扮啦，更加有型，更加可爱啦，可以话系嗰个装扮，高速移动，做乜停咗？我点样揿唔到掣啦先？电龙应该同上次黑白一嗰啲一样啊，电话。大火，唔好中火，唔好中电啦、啊，好，唔好中电就得啦。最怕个正电咧中到个连马，咁啊大镬，威吓啦呢度，咬碎，玩完，水，同归于尽啦呢度要，死啊佢，赚啲 ，B B 背啦，是但都得嘅应该，哎赚啲。用替身啫，都系同一个对白，我唔讲啦。佢又系呢条友嚟，冇改到喎。有啲嘅馆主咧，去到第二代就冇乜点改嘅。但系龙系嗰个咧就改咗做艾利斯做馆主嘅。呢度用华迪都得啦，呢度气息腰带啊，冇死，顶得住，因为头先减咗物防啊。火把好啊，之后用近拳击。其实我呢度唔应该用呢只，应该用炎衣背打。斩佢！麻麻猪照用先啦。好，沙漠蜻蜓，睇暴龙啊，急冻光线。天蝎王就都系啦，都系毒鸟天蝎王啊呢只，哎唔记得转走添，哎好嘅结冰，哎换只 D B 背出嚟，应该柯欠啊嘛佢会用，斩，好轻松搞掂啦，响打完会系有啲咩嘅，有啲咩嘅特别事情咧，我都唔知道，巨剑牌。用岩崩打呢度，好争一下，点啊？热带龙，佢好似有只过鸟嘅，我记得。绅士，好神鸟一齐死啊！火爆喉，啊唔应该用火爆喉，是但啦。热风，你睇佢都癫癫地，点会用热风啊？哇风，用呢个暴风啊，佢用。电马，有啲广告弹咗出嚟，唔知做乜，阻住我睇嘅。战鹰，好赚啲蛮力。白色羊草，唔紧要啦，佢都死嘅呢度。化飞电埋，用水技就杀啱啱好。哇，我都差啲死呢度。香油果 ，B B 背嘅咬。哇 ！OK， 诶、欸，点解系你噶？唔系艾利斯咩？我记得艾利斯嘅喎，第二个黑白啊，唔系黑白热冠军先系艾利斯，系我记错咗。天王先系呢个冠军先系艾利斯，系嘛？系冠军。咁但系龙道馆咧，依然都系由呢个嘅夏卡，系咪叫夏卡？就担任嘅馆主。替身咁串嘴，龙尾哇，俾佢掉走咗添，唔紧要照杀。沙漠蜻蜓换走啦，唔使谂啦。但好似唔够佢快喎，系啦，唔够佢快。即系上次试过啊嘛，就俾佢快过我嘅，但我都系杀咗佢，因为嗰阵时就够血量顶到一招啊，而家就顶唔到啦，变佢。三头龙系
上次就系冇咗火爆猴同埋嗰只嘅巨钳蟹，非常之头痕啊！打嗰只打呢只三头龙嗰阵时，血液飞龙连马啦，先用大火先，龙爪再嚟，好死咗唔紧要，行翻。好得啦，杀下卡，冇错，呢个唔记得咯，可以大海咁广阔，哦系呢条友啊，系呢条友，嗯，龙精魂咯，佢唔痛嘅话就转呢只坚果啦，边佢。好好石海星照边顶得顺啊，气息腰带小王照上啦，呢度储存能量应该打死又啊，系啦，打死一下转一转先，呢度剑舞海啸斩必死啦，系嘛，除非佢有气息腰带，如果唔系都顶唔住啦。哇！碎冰，翻车鱼呢只应该我唔识，叫做咩宝雾鳗啊？宝雾鱼啊？唔记得啦，就唔系叫爱心鱼，爱心鱼就系细条啲嘅。四天王嚟啦，甜衣贝啊，好，又系嗰啲小雪啊，小雪啊，咬佢啦，照。能量球都系低能，有火技唔开，开能量球。烈马用大火，好。哇，绑咗个技，唔紧要，都死咗啦，我呢度。反正最快嘅火爆猴出嚟啦，然后就系用佢系冰鬼地震咯，海月水母，坚果啊，斩佢。梦妖叶二啦，剑舞咬佢，哇唔好啊！唉，呢、這个嘅梦妖咧，多数都系配同名啊，非常之麻烦。又或者系紧鬼，我有啲紧鬼都会用呢招嘅，就临尾差唔多冇血嘅时候咧，就开呢一招技，引对方打，就一齐死，滥炒啦又系，同平分。同平分的话，巨剑蟹啊，影击斩，斩啲奇异光线，好，夜黑魔人，嗯，火把猴咯，地震，同平分唔紧要啊，一路震落去，鬼火。水咒吉死咗自己喎，吉死咗自己。好，然后火爆猴先啦呢度。哦系啊嘛，系嘛，我记得冇错。哦系近拳击，冇啊，冇死。好顶得顺。绅士巨剑蟹，岩兵，好。马骝拉照用岩兵啦呢度，啊又结冰，我即刻解咗好啊！有时人唔知点解结冰完咧系会即刻解咗，好奇怪咯。咁做咩要中状态咁奇怪？你不如动一弯都好啊，识大字消话唔紧要，搵只快过去就得啦呢度。三头龙，哎应该转重喎三头龙，大字消杀。原衣背得啦，死埋啦佢。上次我都系记得，咦未死喎居然。上次我记得系打原衣背一夜秒咗，系开错技添，我呢次都应该蛮力嘅。好，都系啦，都系呢个超能力系啊。梦下啦，食梦梦啦，细只我记得叫做。两下应该够做啦，应该所有都秒晒噶啦，可以。
咬死佢！子弹拳，青铜钟咬，好杀唔到啊，因为太高防啦，呢只艾露雷朵，炎刃斩啊，沙奈朵咬佢。我记得我上次都系直接秒过我打，呢一个系死咗俾太阳伊贝嘛？我记得上次染伊贝，因为唔够佢快，但系佢今次唔选择打我。好，最后一个格斗系嘛？格斗用翻格斗同你打都得啦。一火爆后有厌烦啊，厌烦，厌烦，哇完全扣唔到啊！近拳击，啊系，咁啊转坚果咯，吸收拳，哦都痛啊！杀，火爆后。启暴龙啦，风暴，冇啊，好中到得啦，怪力 ，OK， 毒夫啊，好，超力王又系呢几只啊，瞬间秒杀啦，打完呢个应该就系最后一个啦，阿艾利斯，好艾利斯，咁就系龙系嘅专用龙系，咁当然佢身上面亦都唔止净系龙系啦，所以就先用坚果睇下先啦。啊，等咗你好耐，一定系发自内心咧，渴求胜利嘅训练师啊，同你啲咁嘅对手咧战打一定系开心嘅事，艾利斯一定会全力以赴。呢个样就系佢攞到冠军时候嗰个样啦。大字消啦，识转走先呢度。巨剑蟹啊，大地力量。萬力殺背背火霸喉近拳差啲急動方式差啲死呀，我都其實感覺上呢，我打完呢一個嘅漆黑嘅微影魔天流，發現呢都唔算話好難打，我記得 4.5 嗰個嘅夢世界先難打喎，而家唔知點解覺得好易打喎，佢可能係咪較弱咗啲難度呢，氣息腰帶大自燒抵你死啦，呢度又係出啲奇怪技呀，所以我先咁贏得咁輕鬆，我覺得冇理由會咁易打嘅。之前我明明打夢世界呢係要靠 save low 係咁樣打咗勁耐先至過到嘅，而家居然唔使就过得到化飞龙啊！呢度应该换走喎，我都话应该要换走。D B， 哇咁都俾你回心到，呢只你回心唔到啦啩？七只青鸟，照用呢只都 OK 啩？边佢？换喺呢度，换只炼马出嚟，回血，大火，猛毒 ，OK， 佢死啊！呢一弯佢，烧，搞掂。啊，用咗全力咧都系赢唔到，不过多谢我会更上一层楼嘅，我反而更加开心啊！呢一场战斗咧，我哋同呢个精灵彼此了解更多啦，好。而家咪完咗啦，新合仲冇晒啦，而家好，先翻去梦世界啊，唔系嗰个叫乜鬼嘢啊，我唔记得嗰个叫咩地方咯，总之翻一开头嗰个镇度先，呢、這个之后就入研究室，系梦之研究室，好，唔好贸然进入喎，叫我咁即系点啊？即系暂时都未入得啊！好，我哋今集嚟呢度先啊，都系比较快啊，黑白二，因为我飞咗啲剧情，飞咗啲字啊，就上一次就打过啦，所以就冇咩必要再睇多次啦。咁下集翻嚟咧就继续剧情，我唔知有冇落，唔知仲有冇剧情，应该有啊嘛，仲有一道门未开喎。但系我应该会睇下攻略定点，点样先开到第三部门。系啦，咁今次嚟到呢度先，下次继续系咁先，拜拜。